还晓得。在一个晚上，我的妈妈问我今天啷个不开心，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种八百害，与众不同时尚跳舞肯定棒，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得。他说将来会找到的，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。星期天我寻找依然没得发现，一个月后我去了第二个城市，这儿的人称它美丽之都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夜幕就要降临，我想我必须要离开了。当我正要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家专卖店，那就是我要的滑板鞋。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，回家的路上我情不自禁的织一下，在这光滑的地上织一下。月光下我看到个人的身影，又是很远又是很近，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脚步。嘿，有了滑板鞋，天黑都不怕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嘿，织一下再织一下，我给个人打着节拍，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我要完成我最喜欢的舞蹈，在这儿美丽的月光下，在这儿美丽的街道上，我告诉个人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织一下再织一下，在这光滑的地上再织一下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一步两步，一步两步，一步一步是爪牙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，是魔鬼的步伐。织一下在这光滑的地上织一下再织一下，孩子都织烂了，钱都浪费了，你说咋个办嘛？